好了，废话咱们就不再多说了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帮这个粉丝抽他想要的 AN94 超新星啊，活动精彩活动，奔向欧洲即刻出发啊！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粉丝多少钱能抽出来这个 AN94 超新星，老铁们快点哈，我两个小时快到了 ，OK， 欧了欧了，他这个跟我说他的时间快到了，没事，哥们放心就行了，超不了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！直接给他充328，购买12个钥匙。NN94 超新星一键领取，点击错误了，铸造一下，失败，没事，继续铸造，失败，没事，继续来，这几个应该就够了，这个328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的吧，328是可以出来的，如果出了意外的话就没办法了啊，出了意外的话就得继续充钱了，一般情况是可以搞定的，大家，因为我们的实力在这里放着，出，卡了呢，简单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大家看到没有？立即领取 AN94 超新星啊！就这么简，还有几个？还有三次，还有三次，来给他换一个道具，换个他有 AK 了，来巴雷特枪娘，对吧，兄弟们？现在搞还有三次机会，出来就行了，干就完了，再来，擦肩而过，再来，擦肩而过，没了，这个是没了的，这里有19个碎片，哥们给你领了吧，领了吧，给你19个碎片，因为你药子也没有用，你也肯定不会再充钱了，因为你都贵族二了，你怎么可能会充钱？这是什么鬼？哥们儿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哥们儿，你这号上，你看2019年23号，是他自己弄的，自己弄的，自己弄的，我就不管了。哎呀，自己弄的咱们就不管了。来，这个注销一下，重新登录一下，把枪给他领一下，好像这就搞定了，看到没，兄弟？328就搞定了，运气差的话就是500块钱，反正500块钱之内肯定能搞定下面的枪。但是这个赏金令就不一样，赏金令最少700块钱，200级，大家知道，因为那个是死数，大家，它的数都是固定的啊，好吧，兄弟。我们来帮他领一下枪，什么时候抽王者？王者的话是现在只有这个武则天，平时的时候会送这个 Q 币。Q 币的话跟这个任何游戏都是通用的，大家知道 ？Q 币的话任何游戏都是通用。王者现在武则天就是说，现在都每个都是必中武则天，就是抽一个算一个，抽完一个再抽下一个，这个人的抽完了再抽下一个，大家知道 ？OK 了啊 ，AN94， 不要邀请，不要邀请。枪娘碎片19个，这就搞定了，这就搞定了，兄弟，对不对？是不是 OK 了呢？对吧，兄弟？太简单了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 AN94 就到了手里面。把、双持斯泰尔换了吧，双持斯泰尔其实没啥用。好了，恭喜这位粉丝获得了自己喜欢的 AN94， 这下子天美又亏了。好了，不再多说废话，接下来咱们继续玩游戏。打完游戏之后一会儿抽 Q 币，抽完 Q 币咱们就抽赏金令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轻松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让天美亏蒙圈。